重磅介绍，超过1500部经典好戏已经在 YouTube 粤语长篇频道上架啦，仲快啲入嚟睇！记住揿埋右手边个钟仔，咁我哋一有新片就会马上通知你噶啦。我要物归原主，交翻俾你小姐就得嘅。唔使你，交翻俾我得。行开啦！我哋有缘千里能相会，阿小姐，等我同你拆翻佢先啦。莲儿，吓，春桃，我哋走啦。小姐，唔好扯咁快，倾下先啦。喂，唔好咁冇礼啊！放开我哋小姐啦嘛！喂，你阻住我哋翻屋企噃？哎呀，你好放手咯噃！你咁冇规矩嘅咩？啊，人命嬲起上嚟仲靓添啊！咪行住，你行啦！喂，光天化日，你唔能够调起良家妇女噶噃？吓，使乜你理我咁多？你知我咩人？我唔理你系咩人，不过你欺负弱质就系唔啱。
睇你都话嫌命长顶啦。呢个系世袭靖康王嚟噃，你得罪王爷，系咪想杀头啊？哦，既然你系王爷，咁你更加唔应该目无王法噶噃。混账！我嗰时都睇到你咩？入嚟，我捉住佢。你哋唔好埋嚟啊！睇到手，我唔系我就攞咗佢命先。起身啦！你正式系饭桶嚟咧，系饭桶。你哋饭桶啊，王爷话你哋饭桶啊。妈啊！咁靓个女仔俾佢走甩咗。哦，走咗。哦哦，你唔使惊，我识佢噶。佢系告老归田沈尚书个女嚟啊嘛！如果王爷你系有意嘅，我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？你讲，你仲有咩说话好讲啊？你今日就唔系你错，都系你错噶啦！王爷势力咁大，你开罪咗佢，佢点肯罢休？咁我乖女唔知佢系王爷嚟噶嘛？就算佢系王爷。都唔應該侮辱人哋噶！你曉咩嘢啊？一日都係你縱壞咗個女，你快啲跟我過王府，向佢賠罪。阿爹，女兒俾人欺負，仲要向佢賠罪，天下間邊有咁嘅道理嘅？我唔去。你惹是招非，你捉我硬頸係嘛？启禀老爷，有客到吓。有客到，梗系王府派人嚟找晦气，你快些回避。女儿告退。快快相请，领命。我早知呢件事过唔得了噶啦。家宴，有咩吩咐老爷？预备香茶之后，领命。请问堂上两位老人家，是否是岑尚书与夫人呢？老夫正是，何事过奉呢？江南周思云。拜见岳长与岳母大人。哦，你就周思云啦。系啊。唉，好啦，咁隔壁十几年都冇你嘅消息，你父母好啊嘛？真系一言难尽啦。天多人为尽。封信是家父临终嘱咐转至岳长大人的。这件事启禀老爷，王府周师爷到访。啊，周师爷到访？是。我都知道王府梗会派人嚟噶啦，快快相请，领命。夫人，哦，你带阿思云回避一阵间啦。哦，思云，跟我嚟啊。
好好好。失形。你的女兒今天做什麼來？啊？我不知道。她得罪王爺啊。她怎樣得罪王爺啊？不過你不用怕，你行大運添。為什麼？王爺看中你的女兒嘛，她要娶她做王妃啊。哦，是這樣就好了。家遠，封茶封茶。師爺，請坐請坐。老爺咪點呢？我今日阿爸佢會大個人。来了就是在凉亭见那个啊？没错了，如果今天不是遇到他啊，怕现在你都不回得来啊。小姐，夫人已经答应了你们成亲了啫，你们才接配佳人，真是恭喜你了。小姐，不是啫，教王爷就真，老爷和师爷谈着婚事啊。不是啫，夫人和周公子谈着婚事就真。不是啫，答就真，嫁周公子就真。王爷真，周公子也真。你讲大话，你讲大话，你讲大话。恭喜啊，小姐。咩事啊？阿老爷将你终身大事许配阿王爷，你就嚟做王妃噶啦。我睇过。阿老上司，待我回去禀明王爷，立即行聘全场师爷。成全成全。请啊，放松放松放松。我使人探问你的消息，可惜都找不到。今天你来得真是啱啊，我拣了一个好日子，咁你同阿梅娘成婚，我哋做父母的总算了咗件心事啊。岳母的好意，小弟真是感恩不尽。莲儿，阿莲儿，你仲唔斟茶俾周公子？系，知道啦。夫人饮茶，周公子饮茶啦。唔该唔该。原来系你，佢系服侍阿梅娘嘅，叫做莲儿啊。哦哦哦，莲儿，阿叔嚟啦。哦。仲唔去？等等，等等一陣。小姐，恭喜小姐。跟住喺客栈又冇人照顾，唔方便嘅，一於搬翻嚟呢处住吧啦。哦，若果岳母唔嫌弃，小世子当从。岳长大人。咁多，老爷，我正话同阿思云讲过啦，叫佢搬嚟呢处住，唔使住喺客栈咁唔方便啊。
咁又唔係嘅，屈家在蓬居，問什麼殘廢什麼，客店優異症，適合讀書人，這代女兒立拼在商要，當與開懷同宴飲。哦，代領千金立拼至嚟啊！去咯。咁都好嘅，唉，只愧老刀貧練無所獲，依然顧我一清襟。立拼收無十學糧，罰花金和贖金。呢層你唔使客氣啦。遲早都是自己人啫，唔好拘啦，隨便坐啦嚇。好好好好。但得樂長同埋樂母唔嫌棄我，咁真係最好啦。思雲，你以後都唔好咁稱呼我啦。嚇？點解咧？我老實問你一句，我與你尊翁生子賢嘅情同手足，咁你就即如我指侄一樣噶咯噃。冇錯。比如我現時有一個難題，你估你能不能夠幫助我呢？咁我就算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你能夠咁樣講法就最好啦。比如有一件物件，你又中意，人哋又中意嘅，咁我將呢件物件嚟俾咗個人，咁你估你又點呢？嚇？嗯，冇錯啦。因為呢件物件咧，我就應承俾過你先嘅。但是现在人家又想要，这个人有财有势的，有权添的、啊、如果我不给他呢，我就不得了的，所以我呢就进退两难呢、哦、你所说的是不是我的婚事、啊、没错了，你的确是聪明，我老实告诉你知啊，王爷有意连金的婚呢，欲同少女订婚呢，因怕她求婚不遂，心怀恨啊，害得我一家命，还落得迫于无奈，搭云结珠恨。咁样做点得噶，老爷？门牙两年以共就家定共盟，再为复婚誓也未能。王爷誓也为高，省委也远近闻。全凭母姓周联王女，哪许妄用权势，直夜分分噶。不敢抗拒王爷命，讲真啊，便有负重负衰，为若胡话盲，为怕权便负一样，于理不通，盼望儿戏乖苦困，书生虽得女中压运。同心见车云，始终可以步上青云。成全什么意？元宝啊，500万银啊，退得分啊人。吓、啊？能解贫苦穷困咯。坚守信义白心，把拖在。本如知见你晓几多嘢啊！快啲入去弄笔啦，姐！老爷，只古话一女焉能配二夫，你三思至好。多事干，我叫你攞就攞，快啲去！去啦嘛！思云，你替梅娘想一想，又替你自己想一想，想你贫富孤单，你有咩嘢能力？負責回娘的生活呢，那你就攢累她一生的啫噃。假如回娘做了王妃呢，
穷穿不尽绫罗锦绣，食不尽百味珍馐，而且仲可以大歇我全家喎。而家我但求你答应退婚，任何条件我都应承你嘅。你攞咗我500两银，另寻佳偶，好过误己累人吧。诗云，你系拉大丈夫，举得起当然放得下，我相信你都唔会怨恨老夫啩。我恨失贤良世态，总是白眼言恨。更恨此身投错尚书门，自惹忧患祸怨恨啊。天下多美女，有本事唔忧无路祸嘅，你收咗我500两银，写回一纸退书，各得其所，唔系好咯？啊，多谢啦，老尚书。你讲500两白银，我唔会要嘅。至于退婚书，写咧，啊，就算海枯石烂，我都唔会写俾你嘅。我同美丽小姐的婚姻都冇希望啦，我唔走喺度做乜嘢咧？哎，周公子，啫，咁你都要想个办法嚟挽救得噶？仲有咩办法挽救啊？我嘅身世咁寒微，点高攀得起啊？但系我唔会摇尾乞怜嘅。哎呀，咁小姐为你死得冤枉啦！吓，小姐死咗？小姐点解会死噶？吓？你都话同小姐婚姻冇希望咯，系死关你咩事啫？哎，你话俾我听啦，点解会死嘅小姐？吓，小姐听闻要佢嫁王爷，咁佢咪想叫死咯？哦，原来你哋小姐对我真系一片真心，吓，你就冤枉啦。小姐冇死，使乜咁心急啊？原来你系全心戏弄我嘅。你听埋我讲得噶嘛？嗰时小姐想上吊嘅，咁听到你嚟咗咯，咪有希望啦嘛？使乜死啫？哦，原来系咁嘅。咁而家小姐喺边度啊？你想见佢啊？系咯。唔得嘅。点解咧？老爷喺度嘛。系咩？莲儿啊！吓我。我惊啊！你出到嚟啦，唔知惊乜嘢呢？啊，心小莲呀，心啊，你真难过行啊，你知幸福最着眼，关于天恩与难题，不必为忧而惊。
我误会就惨咯。咁你放心都得啦，小姐，我对你解释过啦，所以约你嚟见面嘅啫嘛。嗰个艇度坐下先，等我去嗰边睇下公子嚟咗未。好，咁你快啲翻嚟咯噃。得啦，嗱，你嗰度坐下先啦，吓。船嚟就冚嘅啫噃，冇话二冚嚟就船噶。而家小姐嚟咗啦，快啲上前迎接啦。若果唔系，小姐又嬲你噶啦。去啦，嚟啦，嚟啦，公子，嚟啦，怕咩啫？嚟啦，小姐啊，小姐。讲啦，小姐啊，讲啦，讲啦，岑小姐，你好啊嘛？周公子，你好。好，好，好。先得噶嘛，即系激死人嘅啫。讲咧，小姐啊，讲咧。小姐，你对我嘅性真系令我不生难忘啊！公子，我哋嘅名分早已配定，所以我不避嫌疑，都嚟见你一面。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你哋两个讲得投机啦，冇我嘅事啦。莲儿，小姐，我去嗰边睇住有冇人啊嘛。夕相逢，殊有幸。独色多情，空抱憾咯。愿君无伤感，浓亦愿佳言无理退烟梦。
怪俗世炎凉，未去彩凤除瓦，只可愿老道清冚，未堪作黄堂叫客啫。尚书未逝，能见女娲炼石，亦不能保破缺晴天啊！小姐，你对我一片真情，咁我点都唔会辜负你嘅。若果我有背约寒能，就保佑我周思云死无葬身之地。喺天上繁星，与明月相伴。正似我两人一样啊！但愿天从人愿。系，天从人愿，将来我两结合，幸福无穷嘅。系，将来幸福无穷。
是乱如凤家，虽功名仍取用人。吩咐我送入嚟嘅，请小姐收下。我唔收，你快啲拎翻出去。呢啲系老爷吩咐，我叫你拎翻出去，你听到嘛？哦。做咩啊？边个叫你拎翻出去？系小姐吩咐嘅。皇帝喺处。哦。老爷。一个二个企住做咩啊？系咪又翻出去？阿爹，你唔使讲啦，经许王爷分配时，曾收聘礼，定佳期，茶礼通邮，粮储事，珠宝金钗，妇女儿，大功记一成，灾难而已。至少许配周家，边可再受王爷聘礼呢？婚女难配二夫，望贤亲你收回成命。家王爷之一世尊荣，嫁周家则终身挨苦。阿爹咁样做，无非为你只牛女。阿爹，贫送女一贫富不均宜，选世啊应求全三个字。周思云无力克家，无能建树，怎样可称贤良啊？又唔系咁计啦，爹。明是每遇时间，英雄常遭坎坷。韩信得票无恩师，忠诚良将，平贵受三者勉励，到底风范。
焉可为一时际遇而妄加轻视呢？几难忘有女做王妃，若嫁诗云终何事？贤妻配约散妻儿，抗逆严真批孝儿。从父母命，旧约皆由父主持，还魂不罪白衣落，因为荣华莫离。我老实话俾你听啊，王爷已经定咗下月迎娶噶啦，你如果系想嫁周思云嘅。就除非鐵樹開花啦，豈有此理！呀呀呀！你兩隻咁嘅該死奴才做咩？走！呀，婚期都經已定咗，咁點算呢？咁啊！不如我去找周公子嚟，大家商量下办法啦。找佢？系咯，我听闻佢喺客栈住啫嘛。嗱，我去约佢今晚嚟见你啊，好唔好啊？吓？点啫？咁都好啊。嗱，咁唔该，我去噶咯噃。咗俾我听噶啦，系啊，为今之计，唯有大小姐私奔啦。私奔，系妹娘，咁你嘅意思点啊？好啦，哎呀，我冇晒主意啦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快啲决定啦，呢个地方你唔能够逗留得耐噶噃。我心都乱晒啦。妹娘，如果系走嘅，就要快脆啲先至得噶啦。是更是噶啦。你谂下啦，吓，咁如果要走嘅？你同埋我一齐走先得噶。好，一于决定系咁啦。咁我哋即刻走啦。点解有脚步声啊？系。妈，女，到如今，咁你打算点啊？吓？我哋系。唉，到咗呢个而家啦。你有咩嘢心事？你唔好瞒阿妈啦，你讲啦。岳母，
我打算带阿娘走。吓、啊？走？系。你走去边啊？我同佢翻去我嘅原籍。啊！你都已经家散人亡啦，边说仲有地方栖身啊？岳母，你放心啦，如果我哋两个能够脱离虎口，我一定能够重建家园嘅。妈，你同情我哋嘅遭遇，你成全我啦，妈。既然你两个有咁嘅决心，而且自细啊定咗婚，我准你哋走系啦。思云，又将回娘交俾个你，你有始有终至得噶。我周思云生生死死，永远都唔会辜负梅娘嘅。咁、哦、就好啦，你一到二姐就即刻好成婚啦。得我好成全，小世自当遵命。妈，我点忍心离开你呢？乖女，阿妈都唔舍得离开你嘅。不过为咗你终身幸福，我冇法子唔系咁做啫。嗱，而家你算有啲首饰，阿妈俾过你，我嚟做盘费。你即刻要去啦，事不言迟啊！等阿妈同你执拾啲细软，今晚即刻就好去啦。妈。路上小心啊！啊，去啦！咁我哋去啦，岳母。哦，我去啦。乖女，希望皇天庇佑，我哋母女仲有相见嘅日子。你唔好喊啊！回娘，好迟啦，啲人知道就唔得掂噶啦，快啲行啦，我哋，去啦，去啦。妈，你保重啊！多陪回母，闲日都富贵荣华。谁不稀罕孟子玉，窑门未烂得王爷，无剑气又可恨女儿倔强，未肯做啊王妃。还幸素来本教亦深严，相信畜生难放肆。
我想再见下阿妈添。唉，唔好啦，将来梗有日子见嘅。系我哋行啦。唔知几时先有机会见。你唔使咁伤心嘅，再一定后有期噶嘛。唔系老爷醒咗，仲唔去得添？快啲行啦。妹娘，行啦！快啲行啦，小姐。哼，使咁贫懒，我而家嚟送行啊！世界上多美女合选公妃，你认真不胡算啦，非你立志往前跳啊跳，亦算任性不下气，不怕王爷怒气，将你格杀情字，讲得太过容易，强迫玉女有心断分气受字，红狮子怼针眼眉都不知事。上南山拔虎松，你除却寒酸，你何所辞？我与梅娘永相亲，乃本情深和爱意，冲开俗世脱凡离，天荒地老同生死。梅娘莫与佢多言，你与我逃奔无辜忌。快啲行啦！抗日管犯经有罪，还施强权美人儿，施你害，经如幻。要令书生君下士，人来！嬲咧，饮过杯茶，消咗啖气，难忘啊！你又似你喎，你搞个咁嘅女出嚟，有乜俾见人啊？系我一时失策，失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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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应该今晚咧，我就拆咗你个乌龟兜噶啦。唔好啊，唔好啊！我乃念你唔知情，我俾翻几张薄面过你嘅啫，话你听啦。王爷开恩开恩，春桃。拜见王爷。春桃，你报物有功，你跟我回回王府自有赏赐啊。多谢王爷，
我哋翻去王府，阿伯翻去，去。做咩？送王爷，送王爷。哼，唔使你送，我哋吩咐你啊，你看住个女。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到时候你母女送过门咧，顾住你一家大小嘅性命，你知道吗？遵命，遵命，遵命。启禀老爷，小姐遗下一包珠宝啊！景玉私奔还夹带，可称不孝字女儿，饱遭凌辱更难堪，不择畜生怎命下气？城中暗领先，扶伤远走高飞，糊涂行事绝对未思算，杀得礼又批孝义。老父受人气，诗云来若离诗，不能抑或你若诗云干坏事，快对我讲明，否则就难饶恕。美国，美国，嘿，吞吞吐吐不能言，所作分明有不是，一腔怒火恨难消，要把贱人来打死。小姐嘅，你千祈唔好冤枉夫人啊！吓，系你偷嘅？系，系我偷嘅，要打就打我啦！玲儿你，哎呀，村外人勾引小姐，已经是最大的难事，还来到珠宝金银，更令我无名火啊！
死啊！佢死！你哋咁嘅人，四十个当上嚟啊！将佢个尸骸抬往荒郊，放在尸魂尸魄，谂埋嚟食佢呢个。尸魂，尸魂死咗。冇错，王爷将佢乱棍身亡，你以后好心识噶你。周公子的屍骸啦，咁你快啲同我好啊！我快啲啦，希文，希文，希文，上前睇下咯。救咗佢翻去先至算啦。哦。公子，你因咩事会受伤，瞓喺荒郊呢？真系一而难尽啊！总之抗不如富敌。哎呀，你见点啊吓？我有觉周身沉痛，苦难。伤得咁紧要，等我去阿哥间房度攞啲金疮药嚟疗治佢。嗱，你两个小心服侍佢啊！呢件事千祈唔好话俾我哥知噃。得啦，得啦。我啲金疮药去边处啊？吓啊！我只猫俾只狗咬亲，我攞啲药同佢敷啫嘛。金疮药起死回生噶噃，只猫咬亲使乜咁矜贵啊？兴王，嗰只猫系我心爱噶嘛，
我用完咪拎翻嚟啦。心爱嘅，好啦，你用完拎翻嚟啦吓。得你有病，所以我成夜嚟睇下你。你而家点点啊？冇乜嘢啦嘛。忧心啦。叫蛙上老茅更好，全心当爱慕，达成共会方向快乐，性价亦高。得到永伴慰，前生还算受得报，有王妃都唔早。抗命为孝道，一果爱慕心，希图佳荣好。我又死不争气的了。虽知抗命祸，亦依罪而苦恼，先对叫之理想告。凡起，你父打死莲儿，我要将他控告。吓，你打死周思云，一样系伤残人命，也是罪恶难逃。周思云你死十个当伤，本坛嘅声威有谁不知道？咁你分明恃势欺人嘅啫，我无论宁缺一死，都唔嫁你呢个凶恶之徒。好，入嚟，将岑春收监。老爷，佢自有今日，都系佢自己自作自受啦。不过佢硬唔好，都系你嘅爹嚟嘅。我哋都要想下办法嘅女。爹，老爷，乖女，
自身招使罪，心里仲凄恕。你好话何能约，要答来央控制。林小姐，你使乜咁悲伤啫？只要你肯答应王爷嘅婚事咯，咁你阿爹咪有得救咯。王爷嘅婚事，我宁愿死都唔肯应承。你估你肯死就得噶啦咩？你死咗，唔止你阿爹要问斩啊，连带你阿妈都要过刀亡啊！苦公自问啊，太爷还强迫女儿攀贵轩啊！今日累人啊，兼啊累也几，知错难翻译方言，饥囚玉女受灾无，皆因自己摸泥子。陈小姐，诗云在生，你就话唔肯背约韩盟啫。而家诗云都死咗啦，咁你仲为佢守咩节啊？唔通你为咗佢一个恩，咁眼白白睇住自己家散人亡咩？诗云俾佢打死咗，仲要害到我哋家散人亡。你想清楚啊！情未去成，熟见无情反逼结逢乱，有口难言空恨怨，问心无因，累老父命丧亡前。好啦，爹，女儿甘愿嫁王爷。系咯，咁就系贤孝女啊！周师爷，凡向王爷禀命，赦我一切罪轻。咁啊好啦，等我即刻禀知王爷，将你释放啊！公子，你同梅娘嘅遭遇真系惨啊！而家梅娘在于魔掌之下，都唔知佢点样添。周公子，世上还多情花艳俗艳，不那的恩知情，莫与他结怨。好难讲嘅，小姐。云经对王天来誓愿，是心对王天来誓愿，不计贫寒为贤，非轻不取，痴心比金坚。云虽则如老，亦曾烧读书篇，文言之意
更敢吹奏相恋。一见钟情全已念，方能相爱把旧情牵。唔得嘅，我为报媒娘情一点，此心难改变，我更希原谅啊监聪严。弊啦弊啦，王爷嚟啦。王爷？点解王爷会嚟呢度噶？你匿唔匿埋先啦？匿埋。你嚟呢度有咩事呢？我有件好消息话过你听。兄王啊，有咩好消息？请过嗰边坐住讲啦，嚟嚟嚟，点解？你兄王啊，过嚟呢度坐啦，呢度舒服啲啊。咁隆重啫？兄王啊，头先你话有个咩好消息话，你讲俾我听啦。你就嚟有个新阿嫂啦，我听日就接佢翻嚟噶啦。兄王啊，你时时都有新鲜。又是你啲做新郎哥嘅，咩咁出奇啫？呢个又唔同啦，呢个好靓噶噃。好靓？啊，点咧？点靓法啊？佢系边家嘅佳丽咧？佢就系岑尚书个女啊嘛。哦，岑梅娘系嘛？嗯，你识得佢嘅咩？识我就唔识，不过听过佢个名啫。兴王啊，我听闻人哋话。他已经有了未婚夫了吧？那个无形的啫，都被我打死了。阿哥，兴王，兴王，你做乜嘢啊？我看呢件事，梅娘未必肯嫁你噶噃，佢一定会替未婚夫守节噶。守节？风水先生就呃你十年八年，听晚你饮多杯啦。哦，原来你是郡主嚟嘅，我嘅仇人就是你个阿哥，但是我是你嘅恩人嚟噃，你对我嘅恩德，我唔会忘记。等将来有机会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你去哪里啊？这里是王爷的地方，我不愿意再在这里逗留。周公子，你的身体未复原，而且外面守卫森严，你怎可以出得去呢？刚才你都听到了，梅娘已经答允嫁给我哥了，她既然变节，你又何必为她痴心？哪里有来世的？痴心一点点，玉璧共女相恋啊牵，情愁两字乃在一边，取舍在耳边。周公子，你考虑过啦？盼望强迫结乱风，念不扯要碎，连一曲断长歌，金丝蝴蝶也不如，仲惨过玉那贵宝仙。皇姑不来做苦压架，也莫作宋朝公主相逼尘世美互相面色，几为人堪赞见成艺妙险，太忘了我周思韵头可断，难抛弃旧恩怨。王
报以更恩赐，感求为我行光便。啊！同情我嘅遭遇，放我扯啦！你唔扯得嘅，你一出门口就有危险嘅啦。你不如睇过梅娘系唔系真系嫁俾我哥，然后慢慢至算啦。今晚才见得足瑶受影，王爷你过外啫。花烛夜，正儿合紧交杯，共祝鸾凤和鸣。好啊，欢欣如飘，剑上啊平。我唔饮啦，我头先喺外出饮咗好多噶啦。
王爷，呢一杯唔饮点得啊？我哋呢杯系合欢酒嚟噶噃。合欢酒，合欢酒唔饮唔得啦。咁我哋情愿醉都饮啦。等我除低件帽先吓。王爷，你真系好酒量啦，好事成双，再饮多一杯添。仲嚟？满意醉系咧。嗱，你睇见呢？梅娘已经心甘情愿嫁咗俾我哥啦，咁你就可以心息啦嘛。周公子，你使咩咁嬲啫？等我吩咐啲下人准备酒菜，同你饮酒消愁解闷啊吓。王爷啊，你口唔口渴啊？斟杯茶俾你咧。王爷，你真系饮醉了咩？你真系饮醉了咩？我未来总是变真灵，充满天山龙龙星，像世双栖嘴般，血债英勇血清上，水下龙泉。斟杯酒俾我啦。你想行刺本凡，几多英雄好汉都败在本凡之手啊！何况呢个弱质女子就想杀我啦？我今日杀唔到你就系天意，你唔好多讲。你要杀就杀啦！我又唔舍得杀你。本凡有怜香惜玉之心，你乖乖地听我话啦，吓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嗌咩救命啊？呢次嗌救命都冇人理噶啦！你乖乖地听下我话吧啦。顺从我啦，系咧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阿妈你，思云，思云，乜你未死嘅咩？我未死嘅，梅娘。梅娘，你快啲行开！
救你嘅性命，你竟然杀伤我哥，人嚟，立即将我两个人即刻斩首。诗韵，梅娘，你唔好伤心，我哋生劫不能同堪，今日死能同月，你唔应该喊。死能同月，系我唔应该喊。阿妹，兴王保重。从前一切都系我错嘅，我知道婚姻嘅嘢不能勉强嘅，我以后我都唔会横刀夺爱噶啦，让佢两个再续前程吧啦。兴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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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。老爷，周公子，我兴王嘅说话系啱嘅，爱情系唔可以勉强。而家我依照兴王嘅遗言，放你哋两个人扯，等你哋有情人终成眷属啦。多谢郡主，你哋扯啦。天来月上。